有点恐怖哈、哦，因为它要把里面的空气把它挤出来，这样它可以它扎实。以大豆蛋白取代鸡蛋，飘着豆香，还烤出质地细致绵密、传承30多年的无蛋碳烤蛋糕。50几年前做素的，人家一听他素的，马上就是离开，不是师傅离开，客户也离开。门市小姐她说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，两条吐司大家都很开心。结果以我现在的观念来讲，两条吐司怎么生存呢、啊？总是硬撑也会有开花的一天嘛。半世纪前，素食主义并不盛行的年代，张家鼎下一家小小烘焙坊勇敢转型为全台第一家专制素食的糕饼铺。很残酷，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写金龙素饼名片出去，真的是完全没有回应啊！还是我妈她 idea 比较多，哦，哎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彩字啊，那个彩又有很多意思，假彩、colorful 那一种感觉。对，多彩多姿都可以选择的，好有那一种意味。幼小生长在期待如素家庭，张慈娟一份互生怜爱之心，希望动物成家不因人类口腹之欲而分家。很庆幸的就是说，这一家店是一间从以前做到现在都是素食，让我觉得很有一种愉悦感。未来假如说这一家店啊，即使不是我们张家在经营，但是他的素食的理念跟精神一定要继续延续下去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的梦想。大新闻吴怡萱、陈立伟高雄报道。